这场总体打的自己还是打得不错吧，然后这个对手，然后之前世青赛也跟他打过，也有一次交手，然后也比较熟悉吧，然后赛前也看了技术录像嘛，然后整体准备的比较充分嘛，跟他打。从德班过来的卡塔尔感觉就整体状态怎么样？现在状态都非常好吧，都在一个向上的状态嘛。就是正常发挥是吗？对、就是、对。